Dolores。咁我估咧呢两个月之间咧，你一定都好辛苦噶啦，因为有好多嘅 training 啦，同埋我都觉得可能生活上边会有更加多嘅压力嘅。咁我都希望你喺呢两个月之中咧，可以休息好啦，照顾好自己嘅身体。越嚟越近決賽就我覺得越嚟越辛苦啦，因為好似日日都有啲 training 啊，又有啲活動要翻啊，可能一兩個星期都冇休息過咁。咁而家嘅變化就係習慣咗面對鏡頭啦，又見到啲記者都唔會驚啦。而家2024香港小姐競選決賽星期日晚8:00翡翠台。